马铃薯是土豆吗？马铃薯和土豆指的是同一种食物。马铃薯又名山药蛋、洋芋、土豆等，属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快茎可供食用，是全球第四大重要的粮食作物，仅次于小麦、稻谷和玉米。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，人工栽培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8000年到5000年的秘鲁南部地区。马铃薯块茎含有大量的淀粉，能为人体提供丰富的热量，且富含蛋白质、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尤其是其维生素含量是所有粮食作物中最全的。薯皮的颜色为白、黄、粉红、红、紫色和黑色，薯肉为白、淡黄、黄色、黑色、青色、紫色及黑紫色。